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吃饭，空心菜。酸辣生姜，还有红烧肉肥肠，炸螃蟹，辣椒炒肉丝盖个粉，萝卜丁，
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吃一个鹿茸菇炒肉。特别脆嫩的鹿茸菇啊。煲汤炒菜都可以啊。嗯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新满厨的鹿茸菇，然后这个鹿茸菇的话已经是泡好了的，你们收到货清水洗一下直接就可以炒啊，配料表又干净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，一袋的话它里面是200克的啊。嗯嗯，来，里面还有个内包装啊，直接打开就可以炒，煲汤凉拌都是可以的。是的，不光嫩而且脆，听一下这个声音啊。我们可以试一下鹿茸菇煲那个猪心汤。可以，下次试吃起来真的嘎吱嘎吱脆啊。